大财运。没有没有了，我叫 Sherry， 你叫我 Sherry 就好了。我来加拿大有，想想啊，2001年来的，就是23年了。啊、嗯，对。然后我现在是做那个贷款 ，mortgage broker， 我做贷款15年了，很有经验。对，如果是以后大家有什么贷款方面的一些问题什么的，或者找租客呀、看信用啊、不懂看呐、什么的，都可以问我。然后我业余爱好呢，就是我喜欢唱歌，然后经常会去在一些社团里面啊、乐团呐、或者跟着就是会一起参加什么社团演出什么的。是我们就搞活动唱歌呗，我们参加呗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不是要搞个节目吗？什么？我们就唱一个。那个